宝宝，你在吃玉米呀、啊？好不好吃？嘴巴还有哎、欸，为什么一直咬？有好激动。然后你看，妈妈看看你嘴巴是不是好多？啊？你看他嘴巴打退后一点。你要找有的地方再咬哦。很清爽啊！我去把那个来吃一吃。你丢的烟蒂全部捡起来。在哪里？你的它丢在我们的停车地吧。宝宝，你带饭粒了。一丢丢。嗯。是不是又快过敏了？啊，吃什么？无所谓啦，反正就是吃这些东西。哦、你的高手好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那个，你拿起来用。好不好吃，宝宝？啊，蛋白有没有要吃啊？哦，对哈、哦，可以把它弄，好，可以吃蛋白。所以你们等一下也要打吗？没有人啊，家庭说话要打。啊，他没有人啊。宝宝，你的狗赢了。嘴巴好多，对不对？叫 Michael。 好了，拜拜啦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说拜拜，再见。你在泡妞吗？我知道怎么他嘴巴这边会红红的。为什么？